能够胜于身先未住，不会平凡所生。所以若胜于身，胜于身先未住法矣，亦复呢胜于后法。这样的话也能够呢胜于的烦恼炽盛的导报，以及未来世的生老病死。那我亲自从师尊听受这样的法，那这个叫做无漏法经。再来下一段，二十世尊的知目见灵说完的法，起正身而坐。起就是醒来的啊，这不得马马库盖库啊。目见灵，你中夜是中共的，因为不得是初夜共嘛，啊目见灵中夜共的嘛，啊会啊，不得能够醒起来，然后正身端坐，训练在前，就告诉目见灵说：善哉善哉目见灵，能够为人说此经法，多所劳役，多所过度，多所过度就是呢，可以帮助很多人。超度那为什么？因为这段时间刚好是在中夜，所以呢，长夜安乐诸天跟世人。来下一段，二十世尊告诸比丘：你当受持《若不若法经》，所以这段就是《若不若法经》，广为人说。为什么？注意这里啊，意具足故，这个是一个正见，正见具足，这是顿。再来，法具足，幻刃具足，开花神功，正向涅槃，这里讲次第界定规。这意具足，还是正见。但正见当然是顿教嘛，祖师禅也是顿教嘛，如来禅在这见识。所以意具足的正见具足。法具足、幻刃具足、开花神功，这些戒跟定，正向涅槃的慧，所以这一段是次第。好，一个是顿的，一个是见的，第一个是顿的，其他的是见的，意具足是顿。把幻恨神通、开发神通跟正向涅槃的次第，想问大家，是不是我们修行一开始就要先了解这个呢？当然要啊。如果说修行一开始重点就在正见，那是不是就不需要了解次第呢？那大家想要顿悟了解次第哦，那叫狂慧。所以你得要见顿弄斋，这样叫狂慧。因为人会一开始就谈顿，什么何其自信人，本不生灭；何其自信人，具足万法；众生都有佛性，所以本自具足真心。所以你见识都要知道。为什么见识都要知道？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具足神通。如果还没有具足神通，那表示还有一段距离。
那我们也要了解说，真正了解实相才有三明月光。我们哦，我是了解实相，这三明六通要不要让它出来？当然要，那么要次第让它出来。这嘛是，这嘛是，修行一开始你就要先知啊。你明白讲，我即马都无神通，所以我免去了解迄，啊，初学的嘛免了解。就是唔知唔知爱先了解，啊，先了解了，你唔知会当，唔知想要去学出来，是不是安尼？就是唔知唔知爱先知，啊，先知后再想办法让它出现。就像我们说，虽然禅不立文字，但是你还是得要让在显教上先让大家知道目标在哪里啊，怎么有怎么样的次第。所以一切的言说一定要有趋向，这个次第跟度都要。这个偏题，这个是藏通别野林的原教，藏教思想、通教思想、别教原教，原教思想，来自信心善男子在家出家，当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。佛说此经以诸比丘佛所说欢喜，欢喜。再来，我们看四百九十九页。271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其数几故不远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说，就像有一条龟河，那这个龟河的南岸是很热，南岸很热，意思就是讲众生哦，在五蕴炽盛里面很热，或者是呢，在火宅里面很热很艺术，所以多诸利次。虽然是安尼，不过呢，作暗，这不是空明，暗还阁热。那很多罪人在河中随流漂没。所以这类功夫五浊恶世六道轮回，其中有一人呢，不迷不痴，聪明有智慧，那喜欢离苦得乐，做如是念。我今呢为什么还在这个会炉里面，而且呢南岸，那南岸当然是不好的，五浊恶世的很热，又多利次，啊，很多众生呢在暗处里面漂流。我当以手足方便，逆流而上。所以，我当以手足方便逆流而上，跟你上所依所缘的所谓逆流而上的位，对，所谓，他跟他的爬楼梯嘛，爬阶梯一样。以手足方便逆流而上，所依所缘所谓。然后呢，慢慢看到小明，不是大明。好，菩萨呢先有闻慧，渐渐小明的是先有闻慧，然后再慢慢的思慧跟修慧，再慢慢大明。其人默念，默念就是暗地里想着，他说呢，我今天已经呢，逮起，已经呢几逮见识小明，就是，我现在已经很快可以看到这个光的越来越亮，就是说
透过你观念慢慢能够如实见你。富运手足，勤加方便，岁见平地，啊，未来路前侧啊。我之前我嘛讲过比喻啊，比如讲，你的目标是要向大海，啊，当你看到讲，啊，那树啊、那山啊、那厝拢愈来愈少的时候，啊，你就慢慢知影讲啊，大海已经快接近了，所以修行就是安尼。你若见慢慢啊无，哦，啊那个心理障碍愈来愈轻的时候，那表示讲，啊，你地位已经渐渐的出来。啊，大海嘛，真正做接近啦。然后，一瞬间看到平地，记住于彼，观察四方，这拢是表象哦。所以我们讲《阿弥陀经》内底有足侪表象，这拢是表象哦。这不是咧讲真正某一个所在，你知无？这完全咧讲心境。我甲伊，我就讲哦，《阿弥陀经》，有人如果问你说到底有没有这个地方，你就要知道说西方极乐世界是表象，像这伊就是咧用咧镜来咧标咧心境咧观在，所以西方伫对咧。西方的心境，这样可以吗？西方的心境，因为这内底拢是咧比心心境，我搁比一个互你听。我即摆目睭客气，我即摆人是食，但是要哇西方见解，安尼恁听无？所以西方是伫对待，我伫食，心境。观察四方，见大十三，不断不坏，也不穿气，即登而上，不见清凉八分之水，所谓的能美清暖相近，让饮的时候不会淹呛到，或者是呢吞的时候不会阻碍到，喝就是阻碍。一个是饮，一个是食，所以饮饮的安身记入其中，若欲若饮，离诸热闹。再来下一段，然后呢，故进登大山上，故进就是再转进。什么叫不退转？不退就是呢，不往下，不往后退。但是呢，要转进，要转进，见七种花，哪七种呢？优波罗花，再来波檀摩花，再来须摩陀花，跟薄利花，再来修建提花，弥陀建提花，阿提木陀花，这七种花哦，在比喻有七觉之。无花香影呢，又上十三，见四层阶塔，即坐其上，见五柱障，即入其中，略生正坐，种种的尘辱，尘辱啊，枕就是枕头，辱就是盖的棉被啊，散花遍布，庄严妙，何以其中呢？自知坐卧。凉风刺痛，令身安稳，坐高临下，
高声唱。